可以看到，说最近期的这个伟创啦，或是广达啦，哦，其实表示表表现非常强势。我一直跟大家提到说，其实伟创跟广达应该是说这一波 AI 里面的这个所谓下游的非常重要的概念股。可是我们今天提到就是电动车，那我必须再提醒大家。 伟创跟广达为什么那么强，并不是因为他们只有 AI，因为他们也切入了电动车，所以我觉得这两只股票呢，在未来一段时间应该会扮演台湾非常重要的主流的角色的这个地位，大家可以说是如果有拉回的话，应该是千万不要错过，因为他们在除了在 AI 布局非常多之外，在电动车布局也非常的深。